今天带大家去这个兴隆有一家南洋餐厅，它是一家网红餐厅，里边都是一些东南亚风格的菜。走了。我像风一样自由，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，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，你走吧，最好别回头，无尽的漂流，自由的渴求，所有沧桑独自承受。香蕉，一个清补凉 ，OK 了。今儿惹人不愉快。现在已经到了就餐的高峰期了。吃饱了。29块钱，这一餐饭。这家餐厅是物美价廉的，而且很有特色，很有风味，很独特。因为它是南洋餐厅，所以它做的就是这种东南亚风格。就是它的老板就是应该就是印尼华侨。人陆续开始多了，我建议大家来这里的时候，别赶到太高峰的时候，因为会排队排的比较。在外面排队，尤其周六周日人会比较多，节假日人会比较多一些。好了，准备回去。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固执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的流转，风花雪月。